我是 Robin Liu， 今天非常高兴呢，来到我们这个新港的奉天宫。事实上呢，今天已经跑了六个宫庙，今天主要是陪着我母亲呢，一起来参加我们台北市五祭祀啊，恭送妈祖回到庙里面的活动，非常有意义，保佑大家。新港奉天宫、北港朝天宫、六宫天上圣庙回銮，咱以上虔诚的心啊，向观世音菩萨以及妈祖以及众诸佛菩萨顶上供礼上香，再上。送妈祖对不对？对啊，开心吗？上香，
团副主席长，以上三十位欢迎，掌声欢迎台北市台东区柯震西做贵宾，团体的巡视长李林，再次恭贺。台北市柯震西用六港天后宫天上圣庙以及尊神林上皇帝上香，再上香，再上香。本是内行啊，主游参拜，我咱拜完是去沙滩了啊，自己回家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高兴恭请六宫的妈祖回銮哦。那第一站我们到彰化南寮宫哦。那第二站我们到鹿港新主宫啊。第三站啊鹿港天后宫。那还有到那个回放哦，回放柳营宫。那现在我们到了新港奉天宫。那最后一站我们要到北港朝天宫。今天。天气也非常的 很好、哦、那人数也没有说很多，那可是我们的人员非常的多，大家有这个爱心来参加这个这么热情的活动、哦啊、就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
高兴，是我们台北市古迹市宋马祖回宫，今天是中华民国106年五烈立委仪式，很荣幸四部游览车简单进入来玉宫上妈祖回宫，很感恩天上妈祖的保庇，感恩祝福社会进步，风调雨势雨顺，国家兴隆，感恩再感恩，感恩感恩。